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我梅飞啊，今日又同大家行山啦，哇，我好耐冇行下山啦，你睇下见唔见到我只眼咧？我见唔见到我而家仲有少少大细眼，唔知道大家望唔望到？系啊，因为我呢段片出街嘅时候咧，可能会早过我和歌山嘅片出街嘅，有机会。我去和歌山嗰阵时咧，我只眼系有少少唔知道感染到啲咩咁样，而家未完全好翻晒，所以咧可能后屘你大家睇到我去和歌山嘅片咧，就会见到我啊，变成一个唔系眼袋梅飞，系眼肿梅飞 ，OK。咁啊，講完無謂嘢啦。咁啊，而家咧我就嚟到呢個搭巴士嚟到水泉澳啊。咁啊，嚟到水泉澳話到明咧，咁梗係行水泉澳啦。OK。咁啊，而家咧等緊 Michelle， 因為佢走去買麵包，跟住我哋就出發噶啦。大家咧喺呢個巴士總站行出嚟，行翻出呢個博泉街就向下行。咁咧前邊咧就會有條路咧就轉入博泉徑噶啦。問你死未？好啦，咁啊，同大家更正翻少资料先，就唔系向下行嘅，系向上行嘅，啱啱俾人黑面紧 ，OK？ 向下咧就系、是、慈沙古道嗰边先系向下嘅啫 ，OK？ 人谁无过得噶？好啦，而家行翻啱条路啦，向上行，咁啊转入嚟呢个博泉径，咁咧一路沿住博泉径向下行翻少少咧，咁就吓揾到条上水泉路嘅山径噶啦。啊，行到入嚟呢个尽头咧，就穿入去啦，呢度嘅难度。哇！有人喺度晾衫喎。嗱，大家咧沿住车闸位行入嚟咧，少少啫，行上嚟一分钟都唔使。咁咧右手边咧有条路嘅，系啦，有条楼梯。咁咧侧边有个佛字嘅，呢度咧就系上水泉路嘅山径嚟噶啦。好啦，哇，成身汗添，我啱啱行咗15分钟啦，差唔多啦吓，十五分几系啦，上到嚟我就上到嚟一个分叉路位啦。咁咧分叉路位咧，如果直上水泉路咧，呢度有两条丝带嘅，即系转右啦，就系、是、直上水泉路嘅路啦。呢一边就系行过去江背顶嘅，咁当然啦，去到江背顶亦都有条方径铲翻个水泉路嘅。我今日就冇行上面嘅，我下次如果真系喺牛沙村嗰度出发，先考虑喺多石直行上去。今日我就系转右，好快就行上水泉路噶啦。OK， 咁啊都报一报啦，头15分钟嘅路况，咁就其实就简单嘅。啊，虽然佢系一条方径，咁但系佢方得嚟咧都系一啲即系唔系好 raw 嘅咯，即系好多我谂好多附近嘅居民啊、神韵客咧都铺咗啲嘢喺度，同埋其实好多位咧都有啲石头。铺咗喺度，唔算话好复杂啊，就系咁啦。草咧，因为而家讲真，即系12月啦，12月头啊，啱啱我而家呢一日啊，12月2号今日系，咁啊都唔系好密噶啦，已经。OK， 我啱啱同大家讲完啦，而家12月2号唔系好密，转头就咁样啦。嗱，转头已经俾前面嗰位仁兄话，咁都叫唔密啊！好啦，我哋行咗半个钟头，啱啱好。
即系话咧，十五分钟行咗上分叉路，十五分钟行咗上，而家我上嚟一嚿大石坡呢个位咧，都几开扬嘅吓，望到我哋即系望到成个水泉路村下边嘅景色啦。我哋行上嚟嘅地方啊，望到 ，OK， 好快半粒钟就上到嚟啦。嗱喺头先我哋嗰、那个好大嗰个好开扬嗰个石坡位咧，行五分钟到啦，大家见到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即系大家讲嘅飞来石啦。咁飞来石咪就系、是、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形容为唔知边度飞过嚟啦，零零星一嚿。我好似可以推佢落山咁样，你觉得得唔得？推你落山易啲喎、啊，呢嚿咧啲人又话咁试剑定咩咯？知咩叫试剑石啊？事件就是一个石咧，无端端中间有一条坑破开咗，或者系好似俾把剑戒咗一刀咁样，啲人就叫事件石。点解唔叫事刀啊、事斧头啊、或者事三叉戟啊？我唔知啦。而家我都吓、越嚟越近水泉路顶。我都頭先都講啦，啱啱起步嗰時候，我真係好耐冇行過山，而且我去咗幾個兩個 trip 啊，重慶同埋和歌山 ，Michelle 自己去咗首爾，係啦，哇，唉，個人肥到啊，搞唔掂，飲食嗰個節制咧，冇做得咁好咯，唉，今日我本來想戴帽嘅，但係陰天，所以我冇理過我頭，而家撇屎咁啊，所以嚟緊都要積極翻啲，即係。呢啲尤其是去到呢年紀咧，你唔喐，唔 work。我嚟緊，我報咗名咧，玩嗰個叫環島越野。咁其中一站啫，我係嚇，我係報咗環島越野梅窩站。咁就報咗嗰、那個即係單人，即係挑戰組咁樣啦，22 km 嘅嗰條路線，由梅窩出發，咁啊，經鳳凰徑12段、白公坳、大東山。跟住行翻二段，打翻个圈咁样啦，大概系咁样。其实报呢啲比赛或者系一啲活动类型嘅目的咧，其实系我自己认为咧系俾咗一啲，因为俾咗啲 target 自己，俾咗啲目标，俾啲短期目标自己，咁等自己可以喺做之前咧，你即系喺比赛之前做一啲准备啊 ，ready 定个人，咁你咪变咗你可以。逼到自己燥咯，我啲懶人啊嘛。啊，而家上到嚟咧，呢度應該係上水泉路最斜嗰個位啦。短短我諗十零十米、八米左右嘅距離啊，最斜呢個位啦。大家睇到咧呢边，我指住呢边咧，其实系有搭嘅位嘅，唔复杂嘅。跟住嗰条草遮住咗，所有翼都有搭嘅位，系上到去上面一条绳嗰个位咧，咁就可能未必嗰度要少少啦，慢慢啦，系啦，咁啊都唔系太过棘手嘅，系啦。好啦，报告一下先，一个钟头零两分钟，我哋吓轻轻松松，唔难行啊，好轻松啊，可能天气清凉啦 ，OK， 上到嚟水泉路啦，咁啊370几米，山头仔啦叫做，沿路风景咧都 OK 嘅，我觉得都起码开扬咯，你话梗系超靓，梗系不是啦。
好啦，我哋歇咗一阵，咁啊，而家落山。你呢度咧行过去码头墩个方向，咁啊，少少起起伏伏啦，跟住就会出翻去沙田坳道啦。OK， 超级短线。其实佢间歇性都仍然有芒草嘅呢度，有见到啦，我见到一堆咯。咁你梗系唔系最热门嘅地方咁壮观啦。咁但系你喺一个冇人嘅情况底下，即系都系上心落市嚟任你影啊呢度，亦都唔使排队，唔使轮。而家咧就个半钟，咁啊，我而家咧过到嚟咧就馒头墩呢边啦。咁馒头墩呢边咧其实就高少少嘅，比起水泉路，但系佢上面冇标高处，亦都冇乜好开扬嘅景观嘅。咁咧其实可以唔使上去，咁直接转左就出翻去石屎路，落翻去吊草崖都得嘅。咁我一场嚟到啦，就上去个顶度望一望啦，即系几步路来回嘅啫嘛。嗱，跟地图标示咧，我已经喺馒头墩嘅顶噶啦。咁呢度咧就两边仲有路嘅，咁啊，真系冇乜景睇嘅。其实另一边咧就只不过系即系另一条方径上嚟，咁啊行翻落山嘅啫，即系行翻落去水泉路方向嗰边啊。咁啊冇乜特别嘅。咁啊，而家行翻落去追翻 Michelle 先。好啦，各位，一个钟头四十分钟左右啦，这个我就而家行翻出嚟石屎路，咁啊呢条路咧穿翻出去出边咧就系吊草岩嗰个三叉位咧，跟住我就会沿沙田坳道落翻去法藏寺，就系我今日嘅全部嘅行程啦。咁咧就而家嚟到呢一刻就个几钟，咁你行翻出去半粒钟松啲啦，咁应该系两个零钟就完成噶啦，咁都系。短線咁啊，亦都 OK 嘅，都幾好玩嘅，因為人比較少啲，我比較中意行啲人少啲嘅地方嘛，所以你見唔到我行啲好熱門嘅，成日都即有時都會嘅，但係喺啲唔係好啱嘅季節行咯。咁咧路線又唔係好長，所以咧就而家同大家講下廢話啦，又嚇。我因為之前睇過少少嘢，咁啊分享一下，咁啊關於啲生生死死嘅問題嘅。咁有時去到我哋啲年紀咧，就在所難免，即係懶係闊達啊，懶係立地成佛啊，即係嗰類啦，咁樣啊，咁啊分享一下，其實係我之前咧睇喺 YouTube 睇 MM 啊，嗰條片咧叫做《四仔旅行團》，佢哋同一班癌症第四期，即係末期啦，應該係咁講啦嘅人一齊去旅行嘅。好似去泰國，佢哋有成七八個人嘅，即係喺中間拍下佢哋嗰個心路歷程啊、心態啊。睇過嗰段片咧，你會見到佢哋係嗰個態度係非常之樂觀同埋正面嘅，即係大家都係一個重病咁樣嘅狀態。咁但係佢仍然係完全係 full power 去活佢哋人生。咁里面嘅内容你哋自己可以自己 search 去睇下啦。其实我係想分享一下自己嘅感受呢，係人生呢完全係一个选择嘅问题嚟。咩叫选择问题呢？就是因为你太多选择。仲有一样嘢，就係因为你太多时间。你太多时间你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choice。咁变咗呢，你会好易冇一个方向。即係你以为自己好有方向咁行緊。
但其實你唔係一個好明確地知道自己做乜嘢。我自己認為係啊，因為我曾經過嗰段好長嘅日子係咁樣嘅。即係你去睇個節目嘅時候，你睇佢哋有一位都已經係要即係佢坐住輪椅嘅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唔係唔行得嘅，但係佢係 preparing 係啦，因為佢哋係食緊藥嘅，佢哋不斷食緊藥，食緊止痛藥。即係佢哋可能會話好多嘢都唔食得啊，甚至可能會下多嚟會嘔啊咁樣啊。我嘅意思咧係其實佢哋有病，佢哋非常積極去做佢哋嘅嘢，佢哋想做嘅嘢，非常樂觀去面對。有幾位在個受訪中告訴大家聽，即係醫生跟他講，其實應該可能得翻半年至一年命。他哋足足玩了三四年，即係玩嘢先。我意思係足足繼續活了三四年啊！唔好意思嚇，講得即係唔係幾好，即係活到而家活多了三四年，長了。我覺得從來咧都是有一些他哋遇到很多困難的人，或者他哋因為冇選擇的時間咧，佢哋係特別意志力強大，他哋特別去重視那個生命，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沒得選擇。他們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但他們知道他們的限期很短。但是我們這些正常人呢，為什麼我們喂啊，好像譬如啊，就很簡單減肥或者做運動啊，譬如咁啊，打個譬如啦，哎呀我好肥，我要做運動，我要積極啲啊。咁你一日都係聽到咁講㗎啦，你身邊人無數人咁講，自己都咁講緊。我話俾自己聽，我咁樣我要嚟緊要咁樣做，嚟緊要咁樣做。跟住呢你梗係將個計劃呢不斷咁 delay， 不斷咁樣褪後，不斷咁揾俾藉口自己，點解我唔敢做？點解唔敢做？因為我好忙啊！因為我呢段時間咧，哇，天氣又唔好，我又冇出嚟行山。哇！呢段時間我工作太空檔好忙，我真係抽唔到時間。你有無數嘅藉口去話俾自己聽，點解我做唔到我心目中想做嘅嘢？其實背後有一個好大原因，就因為你有時間。就是因為你認為自己還有很多時間，睇出你的生活上你有無數的選項在這裡。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一些即係講得難聽一些健康的人，其實是很應該不斷間唔中提醒下自己，如果有些事是自己很想做的，你就想辦法完成它。或者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呢，不要那麼容易放棄，因為你看別人那種不是困難來的。還有我覺得這個死亡這個問題呢，其實你不是一個問題來的，因為你實死的嘛。是我黃子華說這個世界最沒有風險的是什麼？就是等死，因為你實等到的嘛。我自己會這樣想，人應該有隨時自己有一個心理準備，你要面對自己 的死亡，或者你要知道自己會有什麼情況。即譬如這樣說，你可能知道自己你幾十歲，哇！你無端端補得死咗，冇事咗喎。你唔係，你有病，然之後你失能。其實我又扯遠咗，講真。其實我唔係想講人老咗應該點樣做。其實我係調翻轉，我想講，即係我覺得我哋一般人好應該去即係認真去睇諗下自己，當遇到困難嘅時候點樣去面對。即係每一個人喺唔同嘅階段都有唔同嘅困難嘅，可能後生仔佢有佢哋讀書求職或者係拍拖感情上嘅困難，結咗婚嘅有可能有供樓啊、仔女啊、婚姻嘅問題，老咗又有啲年老體弱多病啊，唔同嘅問題要面對。咁但係我覺得係你點樣可以積極先？你選項好多，但係你點樣可以？好似嗰一班人一個好正面嘅能量去面對件事，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唔好封閉咗自己，唔好綁住自己，唔好認為啲嘢係必然係咁樣嘅嚇，老係咁，結咗婚係咁，讀唔成書係咁。其實我覺得任何嘢都會有出路。其實我講咗咁耐咧，我最想講嘅係，雖然我知道我呢個頻道冇後生仔睇嚇。我最想同佢哋講嘅就係，佢哋遇到好多困難，遇到困境，咁但係唔好放棄咯。即係好多嘢，大家曾經努力過，即係冇結果，或者個結果唔好，唔好失望啊！即係唔好覺得喂冇曬意義啊！一講講有啲唔開心添，頂你個肺！我頭先聽過一兩個説話啦，我唔知係什麼名人講啊，就係咧。这个世界呢每一样东西都有裂缝的。裂缝就是光走入来的地方。即是有时你人生去到一些地方，去到一些问题想不通，
可能有啲好小嘅问题，可能有啲好大嘅问题，但系好困扰你嘅。OK， 你试下困自己间房入边，熄晒所有灯，闩晒所有窗，伸手不见五指嘅，你擘大眼乜都望唔到。跟住咧，你谂下自己而家嘅生活啊、烦恼啊，谂下点样解决啊。可能当你谂唔到嘅时候咧，你成日打开道门，啲光就透入嚟，即系你就会觉得呢、这个世界其实唔系黑暗嘅。我唔知道我呢一个讲法有冇用啊 ？OK， 其实你哋可以去睇佢哋嘅影片，咁就同听我讲系好唔同嘅吓、啊，你哋可以感受到嗰种能量。咁啊，活喺呢个时代咧，就可以生活得冇咁苦啦，未必。OK， 好啦，我废话都讲埋啦。我哋而家行已经差唔多行到落去发状纸啦，两个零钟啦，咁啊完成啦。咁啊，今日我条片嚟到都差唔多啦，因为大家中意我今日嘅行山路线分享。大家记得 CLS 同埋订我 channel。我嚟紧，我唔知出呢条行山片嘅时候咧，我中间咧出咗几多旅游片啊？总之就大家记得准时收睇我影片啦。拜拜。